天，上次看到这里哈，好，我们从这里再看一下哈。那这里补充一下，彼所依异哈，这个所依就是，前面他举一个例子嘛，藻在盘有没有？盘上面的藻子有没有？看一下，如藻在盘，哪一个是所依？上次问过。这种盘嘛，盘是所依，藻是能依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这个所依指的就是这个盘。但是，其实如果看圣喜的解释哈，它这个所依，它后面加其实有个品呐、啊，所依品。对，品的话是求。所依的话是丁丁等于丁吉丘，好，应该完整的写法是丁吉丘所依品。这个所依品，我们上次在讲那个普特伽罗跟运的气象推求里面有一品叫所依品，有没有还记得吗？依异能依所依，具有形状积聚七个嘛，其中的那个所依品，好，那。其实类似的概念，类似的概念哈，也就是说，两个要有两个东西才有能依所依嘛，哦，那但是我们在讲普特伽罗跟运的时候，普特伽罗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啊，所以不会有所谓的普特伽罗是所依，运是能依这样的情况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普特伽罗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那这里的话是这样啊，这里的话是，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那个，不是普特伽罗跟运的关系，它主要是讲说，如果有它的话，我们不是讲说这里的情况跟普特伽罗运的关系不太一样嘛？这里是说有它的话，表示两个都要同时存在嘛？啊，你这样才有所依能依的关系。它这里的重点是它，从它来讲所依能依。可是，在普特伽罗跟运来讲的话，是说。普特伽罗跟运到底是，普特伽罗是所依，运是能依，还是普特伽罗是能依，运是所依的关系，不太一样哈。重讨论的方式不太一样哈，就说这里是从他性来讲，那个时候是谈普特伽罗跟运的关系。哦，但是在讲那个所依品的概念是一样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哈，在讲那个我们现在谈的是。在成立法无我里面，啊，成立法无我，它有破自身嘛，这我们谈过了。啊，破他身，这可能要复习一下哈，因为这个概念哈，很容易忘记哦。回到这个论事，比如说。有违法，好，有违法就是无常法。好，假设这个是当有法，有法就是主题了，当主题，有违法这个主题。好，有违法这个主题，假设有一个主张。主张有违法是自信成立的人，自信成立就是实有。假设他这样一个主张哈，主张有违法是自信成立的人，他说有违法呢，这个主题呢，他是有自信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是所立法。因为有
自信成立的自身、他身、共生、五蕴生故，类似这样。假设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论事，你要怎么破它？如果你只是单纯说哦，有为法，有法无自信，因为没有自信成立的自身、他身、共生、无因生，破不了，会变成说各执己见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假设这个是秩序的立法啊，秩序派他可能就这样立。秩序派他要破反驳的话呢，他可能就说一样有法搬过来，有为法有法，有为法这个主题呢，无自信，只是跟他讲相反而已啦，啊，直接讲无自信。好，那他的理由就是说，因为没有自信成立的自身、他身、共生、无因生，这样的话。我们其实，你可以发现很多辩论都是这样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其实不会鸡同鸭讲，不会对到，你也破不了他，对不对？你只是跟他讲相反而已嘛。到底谁对谁非还是不清楚啊？哈，啊，因为他的理由就是，因为无用没有好了，因为没有自信成立的自身、他身、共生、无因生故。等于说，这个因跟这个也是只是力相反而已，破不了。好，应承派不这样破，应承派从这里破起，从他的因破起，他去破这四个根本没有。因为如果是有自信的话，不出这四种身。那我这里破，这里就破了。我让你知道，你这个理由不对。啊，应承的破法是这样，啊，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嘛，这一个非常重要哈，这个非常重要哈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。他不跟你就是啊，有自信我讲无自信，你讲有自信成立的自身，我就说无自信的自身，不会这样讲。我直接从这里破，这个破了，因为这个是要来成立他的嘛，这个都破了，你这个自然没办法成立嘛。自然就是无自信要成立了。我们说自信跟无自信是直接相违，这个破，自信被破，无自信就要成立，这样了解吗？他破东西破，这里破了，这里就破了。应承的破法是这样，啊，这切记。好，那这个是成立法无我的时候是这样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到就是他生的时候。他生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有他的关系，就两个都要在嘛。好，那我们刚谈的是从这里来的，两个都要在，比如说 A 跟 B 都要同时在，我们才说这个有他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就衍生说，你讲能一所一也是一样啊，要两个都在才有能一所一嘛。就像你要盘子上面有藻子，这两者才有它的关系嘛，哦，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主要是这个两个要，主要是说明它，哦，要两个同时存在。可是，在成立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，它主要是指运跟补特伽罗的关系，它重点不是在它的关系，了解吗？哈，哦，所以这里我要理清，就是说，虽然这里都在讲所依啦，都是在讲所依品。这个所依是从他衍生出来的，哦，可是，在成立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，
它的能一所一呢，它的所一品呢是指说哦，补特伽罗是所一。它在啊，就像盘子一样当所一。好、哦，运呢就像那个枣子一样，哦、它是能一、哦，它是能一。可是实际上会不会有这样的关系？不会，因为普特伽罗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啊，它是这个名称。所以如果普特伽罗是实在的话，才有这样的关系。可是实际上普特伽罗只是一个假名。所以不会有这个关系，所以这里的破是在讲补特伽罗无实，这里的破是从他来讲的，有两个同时存在来讲，同样都在讲所依品，但是概念就是谈的那个方向不太一样，哦，这主要是要理清这个。然后这里有顺便谈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主张有为法有自信的，他会说啊，因为有自信成立的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生嘛。好，那如果主张那普特伽罗无我怎么去破呢？哦，其实也很简单。自中来讲的话，就应成派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普特伽罗跟运，如果普特伽罗是实有的话，如果、哦、先照他中的讲法，普特伽罗是实有的话，不出三种情况，要么就是运外有普特伽罗，要么运就是等于普特伽罗，要么就是不可说的普特伽罗。这三种都破的话，普特伽罗就是无实，你必须要成立普特伽罗是不是？因为如果它是实有，就不出这三种嘛。可是三种都破的时候，是普特伽罗就是无实的，类似破法类似，比如说等于说普特伽罗如果实有的话，如果普特伽罗实有，不出三种情况，那这里说如果有自信的话，也是不出这四种情况，若普特伽罗实有。则不出离运的普特伽罗、极运的普特伽罗、不可说的普特伽罗，不出这三种。可是这三种都破的时候，普特伽罗就是必须要成立这个破，那就要成立普特伽罗无实有，听得见吗？其实很有意思，普特伽罗。不出三种情况哈，若普特伽罗实有，则不出三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极运的普特伽罗，就是离运的普特伽罗，就是离运我了。一般讲的离运我，离运是啊，我们用康萨了，比较简单哈，就普特伽罗，或者梵文的话就是布特伽罗。这是第一种，第二种。极运之不得嘎啦。第三种是不可说的，不可说极运，也不可说，因为他要避免这两种过失嘛，所以他说不可说离运，也不可说极运的实质有的普特伽罗，不可说之实质有的普特伽罗。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后面会讲，这个是121到125要破的，第121记到125记要破的。然后这个是126开始到14，我记得是144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145到145要破的。
吉运的是啊，126到145要破的。不可说的十支我呢，146到149要破的。等于应该倒过来哈，就是说，这几季呢在破它，嗯，当然里面还包含了问答了哈，就是他们的反驳啊什么的，然后这个是在破吉运的波特球，来破，啊，这个是在破不可说的。好，如果普特球十有不出这三个情况，可是这三个情况都被破了，那结果就是这样，要成立无十有，因为十有无十有是直接相违，有没有？这个关系很重要啊！直接相违的话，就是说，它如果破，这个就要成立，没有第三种情况，这个破，这个就要成立，啊，因为直接关系直接相违就是这样。所以没有那种说哦，普特球十有破了，然后无十有还是没有成立，不会有这种情况。你破这个，这个一定是无十有的，就要成立了，这样理解吗？然后这个情况也是一样，如果有违法有自信，那不出四种情况，这四个都破，所以自信就是十有哈。所以呢，有违法无自信也要成立，这样理解吗？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道理。那可是前面我们常讲的“一运而立”有没有？对。那个“一”是什么意思？所以破了之后，无十有，这个就是第五十计要讲的、啊。一运而立就是150计要讲，这是要成立无十有。那个“一”字是什么？那个“一”不是能一所一的“一”，它那个“一”就是说，以普特以运为因而给它名称叫做普特切罗，有点因的关系。因为有运，所以才有普特切罗。那不，那个一不是能一所一哦，因为你讲能一所一就是要两个东西嘛。所以那个字很混淆，因为藏文确实用一样用 den 这个字，可是，在破所一能一的时候，那个一，哦，跟依运而立的一不一样，意思不同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样会混淆吗？会混淆，真的会混淆。第五十计就要讲说，既然没有十有普特球罗嘛，那普特球罗就是什么假名嘛，就是个名称而已嘛。它是因为有运，所以才有普特球罗。那这个也很符合事实。印成派讲的就是符合事实，只是我们平常因为有无名，因为我们的一些想法，没去想过，或者没有去深思，所以。他讲的时候，哦，你才会恍然大悟，确实是这样。可是我们很容易又回到过去的想法，了解？因为那个习气太重了，哦。所以实际上的普特切罗就是依运而立的普特切罗，不高了。这个依不等于能依所依的依。好，因为讲能一所一的话是两个都要存在，两个实有的东西。可这个一运只是说，譬如说这里有个五运，哦，在这个上面，等于在这个上面，啊，我给它个名称叫普特球，就这样而已。在这个东西，假设是五运的，在这个上面给它一个名称叫布德嘎啦，就这样而已。不是布德嘎啦一个实在的东西在它上面哦，不是那个意思哦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这个一呢，可以理解成因为运而有普特切罗。那回到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们在看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你是不是先看到他的运，你才说哦，这是某某人嘛？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，是不是有因果关系？你先看到运，才知道他是某某人嘛，是因果关系啊。所以这个是因为运才有普特切罗。可是这个普特球不是石油，它是因为这个运，他说哦，这是某某人，给他一个名称而已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里依运而立跟能一所一的依不一样，哦，这是不一样的概念。这里有点抽象，哦，但是你越想会越清楚，
很奇怪，这个东西很奇怪。主要就这里当讲能一所一的时候呢，表示说它是二法是实有的，才有所谓的能一所一的关系嘛。可是依运而立的这个普特求罗是名称而已，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，这样子吗？桌上的笔，这个桌是所依，笔是能一嘛？你才有所谓的，如果你站在笔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能一品。你站在桌子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所依品，这样了解吗？今天如果这个笔是指普特切罗，这个就是能依品的关系。这桌子如果是普特切罗，就是所依品的关系。不管怎样，都是要两个东西。可是实际上，普特切罗不是一个东西啊，不是东西啊，它是名称。了解？有点复杂，有点抽象哈，可是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就是这个成立普特切罗无我就讲完了，成立普特切罗无我就讲完了，其实就这样讲完了，只是说细节在看这个了哈。哦，那细节稍微讲一下，就是说离运我的主张主要就是外道，一般我们讲外道，但是我们现在不讲外道，非佛教的学派，这样比较尊重了哈。因为外道好像说哇就是很差这样，好像有贬义的那个意思在里面。所以现在，比如说像一些学者，他们就会说 non-Buddhist， 非佛教徒啊，非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学派这样，主要是素论派。离运之我的提出的非佛教的学派呢，主要是素论派。那其实只要破素论派，其他都破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他都是其他的普特切罗或者我的概念都是素论来的。就依素论的主张再去调整而已，做一些改变而已，但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。好，那集运的普特切罗呢，在入中这里要谈的其实有三个，但是都是属于正量，都是正量部的。好，刚刚我们说这个主张是指素论，我用不同笔写哈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同学如果后续要去读后面的普特切罗无我，你就很简单的啊，这个就是在谈离运我，破离运我啊。那主要的主张呢，就是素论派主张者啊。素论派的话，范围叫三卡。哦，藏文叫常见法。然后集运之普特切罗的主张主要是正量部，就是毗婆沙宗里面的正量部。好，那正量部呢，它的范文是三密帖，可能是这样，我不是很确定那个长短音哈。那有时候音译的话叫三米底部，三米底啊，三米底。或者啊，有时候翻一切所贵部，这都同一个，只是中文的翻译不同。一切所贵部，一切所贵什么意思呢？就大家都敬重的意思啦。贵就是尊重啊，大家都很敬重、尊重，或者所以有时候翻重进步，哦，这是同一个重进步。他们主张集运普特求，但是他这里其实有三个正量部的主流啊，一个是主流，但是大同小异啊，主流跟异质就不可能比较属于那个非主流的啊，这异质的话算第二个。正量部的主流跟它的异质，然后不可说的实之有的普特切罗呢，是正量部的支派，啊，他是这样讲，正量部的其实都是从正量部来的。好，那这个正量部支派呢，其实最有名就是多子部嘛，好，一般讲五部啦，它有
主张不可说是实之有的普特伽罗哈，这个有五个部派。那其中独子部很有名的独子部，一般讲独子等五部或者正量等五部啊，会这样讲法。他们主要是主张不可说的这个实之有的我。啊，破的方式都一样啊。如果普特伽罗实有不出三种，这三种都破，那普特伽罗就是无实有。如果有为法是有自性，那不出这四种身，那这四种身都不成立，那有为法就是无自性，必须要成立无自性。好，那有这个概念之后，底下谈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先有个大概的概念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里。因为我最近在写这个部分，我只有处理这五季就把我弄得头焦头烂，可是我要了解全部，但是我只有论文只有写这五季，然后翻那个圣喜的著书这样，对，因为圣喜的著书哈一二一这一季呢，它解释非常多，所以就花很多时间。好，所以这里的所依呢，就是所依品啊。我们看一下圣喜哈，他确实有提到一个 chok 啊 ，dengi chok 这样。这个在第，其实他讲所依的时候，你不是那么清楚了啊。讲所依品就是他在能依所依那种关系，这样会可能会比较确认，比较能够确定。看一下在哪里哈，90页的第二行有没有？登记错吗？他不是翻成所依义吗？其实应该是翻所依品的嘛。哦，这是字式啊，记错了。登记错。然后他说，罗本就是阿舍利嘛，龙树阿舍利，他已经针对这个所依品已经谈得很清楚了，所以他就不再赘述了。有点这样的意思。好。我是问一个小问题。为什么普特伽罗不是能依呢？我说当然这个是不成立啦。可是因为它对啊，两种可能啊，所依品、能依品，就看你什么角度啊。它的所依能依就是从普特伽罗的角度。如果所依品就是说普特伽罗上面有蕴，它是基础。那如果普特伽罗是能依，就是普特伽罗存在蕴当中。有人你要了解意思吗？它两个都有啊。具有又不一样，能依所依，有点像英文的 there is there are 那种关系，比如存在了，那个 there is there 比较像是存在，具有是像 has have 那种及物的关系，拥有的关系也不一样哦，哈，一个 there is there are 是存在 ，has have 是具有拥有，嘿，那他有把它区分出来，那具有的话就不会说蕴具有普特伽罗，不会这样讲的嘛。会讲普特伽罗具有蕴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它是这三个把它分开的。能依所依是 there is there are 的关系。应该有讲过了，我们应该有讲过，应该有讲过。好，底下谈这个，这个我们上次谈过了，有稍微谈过。他这一季呢？等一下，我翻到前面。好，这个是第18季哈，18季的前三句它放在一起，第4句分开放哈。前三句呢，它是他身中的那个讲法反驳就对了。你们要注明哈。我们在读刚开始在读月称的入中论的时候哈，比较有时候会弄不清楚，就是说它到底是自中。谁是自中讲的？什么是自中讲的？什么是他中讲的？搞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弄清楚，先弄清楚。这是他身中讲的，他反驳，他身中反驳。
好、哦，这三句是他身中反驳。第四句呢是应承在破。好、哦，就是这是第十八嘛，十八的D呢是应承，针对他身中的反驳在破。十八的 ABC 是他身中，等于他其实先用字式说明了、啊，然后再变成寄送。好、哦，其实这里的意思跟这里意思是一样。然后接着是破，虽作是寄嘛，其实意思说他身中虽然这样反驳，对，还是有问题。好、哦，那他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他说，他说外约就外就是指他身中。上说就是上面说，亚种非同时有、哦、我们前面讲过嘛。假设你不考虑因果关系的时候，只考虑他生的时候，会有什么问题？只考虑他很多问题、啊，很多问题啊、哦。就他们一直存在，对不对？等于说，如果有他的话，比方说总的阶段牙就已经在了嘛，那就这个这是问题啊，这就是问题啦。那总的时候牙在才有他的关系嘛。可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他已经存在了，他不用从他生了、啊，他性存在，他生就不成立，有没有？两个都在了、啊，总跟牙都在，那我这个牙何必你生呢？因为我已经在了啊。有何用生嘛？那回到因果关系的时候，你回到因果关系就没有他的关系了，因为因在的时候果还没出来，果在的时候因已经灭了，没有他的关系啊，没有他怎么叫他生呢？两种都有问题，有没有？第一，一开始、哦、可能要回到前面再复习一下，这里很容易忘哦，了解哦。对，会一下子转不过来。比如说，你们可以记一下啊。比如说，从第十四季开始哈、哦，就是在谈破他身嘛，对。十四到那个十六，就是先不考虑因果有没有他，先讲说总跟牙是他身的话，假设啊，十四到十六就是先从。他身来谈，十四到十六哈，就是假设有他身啊，假设有他身。假设有他身的话，表示说要有他，表示说总牙都在嘛，总牙都在，总牙都在有这个他性，对不对？才有他的关系嘛。可是，如果两个都在的时候，这个就不用你生了啊，不需要你生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在了啊，所以这个他生就不成立。有他性的时候，没有他生啊。所以其实要表达就是说，有他性不会有他生，因为他已经在了，因为牙已经在了。若有他性，则无他生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牙已经存在了。对。哦，那这先不管因果关系，先讲说啊，有他生的话，可是他生不会，这些他生这个情况不会发生，对不对？有道理嘛？对。我没去想一想，哎，他这样讲。我们想都想不没想过的，他讲出来，确实是这样。然后接着再去考虑因果关系，考虑因果关系。考虑因果关系的时候，发现哎，总在牙就不在，牙在总就灭了，也没有他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总有
那则牙未生。总灭呢？倒过来讲，牙生的时候呢，总已灭。不会同时存在，总跟牙都不会同时存在，那哪来的他？那既然没有他，就不会有他生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则就无他，无他性。那既然没有他性，则无他生。你真的去考虑因果关系的时候，就也不会有他生啊。你纯粹从他生来考虑，也没有他生的情况。从因果的关系来看，也没有他，连他性都没有，他性没有，那更不用讲他生的。因为你他不会同时存在，总有牙未生，牙生总已灭，不会同时存在，没有同时存在，哪来的他？既然没有他，哪来的他生？对不对？这是十七计开始要谈的。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？上礼拜谈的就这个，有哈。好，现在他的反驳就是说，他用衬喻比喻，要来说明说还是有他，可是他讲的喻跟意不合。他举的比喻，他这个是第十八嘛哈，第十八的前三句，好，这是他身中讲的，刚讲哈。但是他的问题是，喻，一般讲喻意不合了，喻跟意要表达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喻就是背嘛，意是吞嘛，米吞啊，就不合就是不吻合或者不一致，米吞吧，这两个情况不一样。好，那我看为什么不一样哈？他说，好，这三句里面哪几句是比喻，哪几句是意义，看得出来吗？一二是比喻，三是意义，对，所以要先把它分出来。这是背，好，这个是臀，第三句是臀。但是他这里问题是这两个并不等，所以他举的比喻是不能说明意义的。好，他比喻是什么意思？犹如就像哈，因为用犹如嘛，比方说譬喻哈，犹如线剑，我们可以亲眼看到，秤的两头就两端呐、啊，一端如果上，其实用跷跷板来讲更好想，一端高，一端就低嘛，所以低昂。知时非不等，非不等，时非不等，就是说，就是同时啊，并不是不同时啊，啊，这个时非不等，就是并非不同时。他用的双重否定，非不同，哦，应该说不啊，非不。第二个否定在这里哈，并非不同时。他可能有点强调了，我觉得他有时候双重否定是要强调，没错没错，没错。那个是四量论的问题，没有反智反非那个有道理啊。反智反非就是说，他要排除的，他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排除啊，有一些是要保留的、啊。对，那个我觉得那个可能另外再谈。他们有时候双重否定是要强调，并不是不同时啊，同时啊，有点强调意思，其实是同时啊，哈。
哦，这个非不就是强调。然后圣席也有特别解哦，他说他用这里用了两个否定词，呵呵他有解，很妙，理解你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圣席在哪里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，其实现在看圣席有时候蛮有趣的啦，就是觉得哎，他怎么会连这个都解哈，蛮好玩的。331页。如果你们有圣禧的那个，就331的第13行，他这里说，嘎北气就是否定词，逆就是两个否定词，非不，两个否定，用两个否定词呢来了解现前现，告诉爸爸就是当前呐、啊，现在谈的意义，当前。一起，整个一起，告诉爸爸就目前或者当前要讨论的这个意义。可瓦切就是另了解。告诉爸爸就是固定的用法，就是我们目前要谈的意义，目前的意义，用两个否定词来让我们了解目前要谈的意义。他要。达到强调的目的了，但是他读者可能会觉得很困扰，但是他有达到他要强调目的，我觉得。然后他这里，如果他看到的引文那个ra要去掉，我们这里字是这里多一个ra嘛，这个ra要去掉，等于马银把你明把了就好了，等于说马银把明把这个就是两个否定词嘛，有没有？一个是马英巴，一个是明巴，拉只要保留这个就好。这个字势，我是说字势哦，字势多一个拉，字势不是字势、哦，根本记这个拉。如果从这里看，这个拉要去掉，好、哦，这样比较好。好，那这是回到刚刚的哈、哦。好，所以。趁着两端呢，它的低昂呢，同时的啊，不是不同时啊哈。那所生能生是义耳啊，所生是什么？果对，能生是因嘛。啊，这个是是共用啊，能生是跟所生是义耳啊，就也是跟趁一样啊，同时啊，义耳主要是指也是同时啊。那他为什么要强调同时？才有他嘛，才有他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抓到他的主轴，就是说，人生如果都是同，人生所生是同时，才有他性嘛，才有他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虽然他这里看不出来，但他要回到这里来，这样才有他的关系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人生才可以生他所生啊。才有我唯要回到我他生的主张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前面被你破，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不同时存在嘛。我现在用欲趁欲要说，不是不同时啊，是同时的啊。哦，那表示有他，可是接着他再破，印证派再破。好，你看印证派怎么破？这个也是很头大的哦。好。这个是应承派的破法驳斥。好，主要是破这三句。好，这句话到底怎么理解？什么叫色是同时，此非有？这个是前面四个是比喻啦。比喻来讲是同时没错、哦，但是此呢意义来讲没有这样没有同时啊，哦、所以 这四个字是在讲欲，这后面三个是在讲义。
你举的比喻确实没有错，秤的两端低昂是同时，这个没有错。可是意义来讲没有啊，这两个不会同时啊，总跟牙不会同时啊。哦，好，所以他底下就说，若以秤玉，色是同时，说如果你就秤玉来讲呢，确实是同时哈。变成要解释开的话，色就是若以秤玉，那是确实是同时。那你如果想要用这个来说人生所生生灭同时呢，不还是不合理啊？因为前这里要讲的就是说，意跟意并不等，所以它不合理，不应道理就不合理。称之低昂虽是同时，然所表法，所表法就是例如种牙，因果关系的那个种牙，种和牙。或者就是他这里讲的人生，人生是所生是，并不是同时有，故不应理也。等于寓意不合，寓跟意不合。好，那进一步要说明为什么没有，为什么 不同时呢？不同时就没有他的关系嘛，就可以反驳他身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继续再讲，到这里应该还 OK 了哈。好，再往下看。好，这个就第十九计了哦。哦，这里在讲第十九计之前哈，其实要画个图来看比较清楚。我们说应承派他承不承认他身？承认啊，无自信的他身他承认啊，无自信的就是原身他承认。所以我们画一个对照图哈，如果应承派的话，这个是他身中，这个他身当然隐含就是自信成立的他哈，实有的他身啊。自信成立之他身，自信成立的他呢，就是种牙呢的相续没办法接续嘛，没办法接在一起，那就会变成说，它中间有一道裂痕呐、啊，有没有？有一道裂痕，种它是朝向灭去走嘛。牙是朝向生去走，对，可是接不起来，因为它中间互不关带啊。自信成立就是说，我不总不依赖牙，牙也不依赖总啊，所以它这个接这个这有一个鸿沟在，接不过去啊，了解吗？哦，要这个概念哦，不然的话很难想。可是应承派不是这样哦，应承派是它是可以接在一起的。种灭牙生，它是这样的关系，它两个可以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有点类似这样的关系。就当你开始灭的时候，我开始准备要生的，那是可以同时进行。那这个呢，是它开始灭，但是它还是在嘛，它是现在，它还没生，所以它是未来。这个。种灭牙生是同时，如果是无自信的话，无自信的他生的话，种灭牙生同时，可是有自信的他生啊，这个是这个是现在还没灭，他在灭当中，哎呀，但是还没灭，所以是现在，这个在生当中，所以还没生出来，所以它是未来。他身中的种呢，他是这样，就像那个《中论》的第十五品第十一计讲的，存在的时候是自信成立的存在，灭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。他们的生，他们的有无，就是自信成立的有，自信成立的无。自信成立的有怎么灭？对啊，自信成立有怎么灭？灭不了。对啊，理论上灭不了啊，可是他们还是会。照那个现象去解释嘛，
当现象在的时候，比如说总在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总是自信成立的存在。你懂我意思吗？灭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要么就落在实有，要么就在断灭。他们自信成立就是要么就是实有，要么就断灭，就落两边。无自信就没有这个问题啊。无自信有点像那个我们物理讲的，就是物质不灭，其实有点像物质，它是一直在转换、转换、转换，但是它没有灭，它是比如说，从固体变气体，它是变来变去而已嘛。好、哦，就是并没有真的灭掉，你了解吗？它是在转换不同的形式，改变不同形式而已。可是自信成立的有，自信成立的无，就是要么落在实有，要么落在断灭。他们的问题在这里，而且因果关系接没办法接在一起，没办法接在一起。前面后来他们有没有被印成派说服？就是欸、我跟你讲这个问题，就是你、欸，有几个可以解释的、啊，一个就是像我们在上那个密续嘛，如果以显教来讲，啊，显教来讲的话，就是你要进入资粮道中品的话，你必须要舍弃。非印成见，你才上得了中品啊！啊，大圣资粮道中品。如果密续来讲的话，就像刚仁波切讲的，你自然而然就会转成印成见，在异光明，你要进入异光明前，你就会转成印成见，不然你上不去啊。嗯，好，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